不要更新，不要更新，哦，禁止更新，该打勾的要打勾，该确认的要确认，要开启，嘿，要开启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看下一页哦，这个下午再教，再来，啊，这个按打勾，好，按进入，打勾，打勾啊，你要看字啊，懂吗？允许，都按允许哦，全部都按允许哦。好，哦，他问你什么，你就要允许哦。来，有文盲的举手，文盲就是看不懂字的举手，文盲知道吧？哎，我不是在讲假的哦。我跟很多学生看到画面，第一个字就是老师这个按什么，他不会看字，我简称他为文盲，懂吗？请你阅读一下文字，把那个东西记进去你的脑海里面，可以吗？请问你打游戏会不会看人家游戏说明？